10月13日，意大利情奢潮牌 AISH 于北京举办 AISH in the City A-制派对。UNI 李文翰作为 AISH 的品牌形象大使现身活动现场，带领大家深度感受 AISH 新品带来独特的设计之美，开启一场炫酷的潮流派对。见面会上，李文翰身穿 AISH 新品，一展阳光时尚的装扮，现场分享了他对 AISH 品牌的喜爱以及自己的穿搭心得。因为 AISH 是一个2000年后才诞生的一个品牌嘛，然后就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年轻，然后特别时髦时尚的一个充满活力的一个品牌，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有特点，然后特别有它自己特色的一个品牌，所以我特别喜欢。现场 AISH 比拼造型日历 DIY 造型，精彩纷呈的派对互动环节更是让粉丝和李文翰近距离接触。李文翰在现场变身 AISH 造型师，不但为粉丝做造型推荐，还亲自手绘 T 恤和鞋子，并现场为粉丝演唱歌曲和展示 B-box 技能，引爆活动现场的热烈氛围。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退路，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